生活型天才厨师 Eric 的手艺，竟让李瑞镇说出：“他这个是煮真的煮的。”而此刻难能可贵的美味五花肉登场喽！你认为是精神外表，不是精神外表？不接受我说，那我给把吃的话，给接着吃一下。同意我呀！小小的口腹之欲，你来了个做这种产品，却是与魔鬼做交易。周一到周五晚间10点，东森戏剧台一日三餐。